仲文，仲文，仲文，怎么样？统计刚刚小组人不见了。什么？赶紧，前不及可！不好了，这边皇军，撒拉撒拉地喝多了。是是是，这是哦，哇哥，啊，喝喝，快进去！啊，谢谢。那边，哎呀，佟大哥，就是这个。是你吗？坏了，佟大哥，是你爷爷我，怎么着？佟其刚，你觉得你还跑得了吗？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我等你把你的子弹打光了之后，再进去抓你。第二个选择，现在你走出来。器械投降，我们一起喝喝酒，聊聊天。佟大哥，我要三发子弹。小组长，等会儿我吸引他们的注意，你只管跑，记住了。一定要把药给你哥送到了，听见没？大哥，我谢谢你，我替我哥谢谢你，但你怎么办？别婆婆妈妈的了，记住，枪一响你就跑。我的耐性没有那么多，我现在给你们三个数，如果你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把你们打成马蜂窝。告诉你哥，一定得挺过来。二，欠他的命，我下辈子再还。就他哥。一，你看，这样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。佟先生，请吧。宫田小鬼子，你真是叫老子打怕了。老子枪都扔了，你这么多人还端着枪，你是怕老子跑了，还是怕老子弄死你啊？佟先生，不得不承认，我很欣赏你。只可惜，我不信。谁买的？
黑盖，你带过剑，你带我随着过来。政委，我们这么跑也不是个办法。情况紧急，我们只能启动城里的秘密联络点了。这样，我去掩盖他们，你去找他们俩汇合地点，万福茶楼联系人麻雀。太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童七刚一行四人现在就在城里，你们给我挨家挨户的扫，挖地三尺，要把他给我挖出来。是，快去，快，是，走。